今日我嚟教大家整甜品，首先用滚水冲开 espresso 粉，再把啲 lady fingers 落去浸到淋。另一方面将啲蛋白搅一阵，起泡再加啲 Kahlua 再搅匀，最后两样倒埋一齐，整到一层层。恭喜你，咁就完成咗个 tiramisu， 一个世界驰名嘅意大利甜品。